那我们赶紧看一下下面这位 ADC 的 VCR 吧，只能说冠军选手啊，话只能说到这儿了，有请。已经嗨了是吧，一米哥，已经嗨起来了，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么快结束了吗？可惜可惜啊、哦！这名 ADC 是你想要的吧？是我爸爸。又是吗？对，这是另一个。另一位，好，那话不多说了，赶紧进入到爆灯环节。现在没有爆过灯的队长，这名选手的 ID 相信已经很好猜了。只有硬币哥爆灯成功，没错啊，他就是硬币一直想要的那位 AD。 哇，这小凤凰已经是组建了半壁江山了，好吧，来吧，我们赶紧看看线上的连线，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冠军 AD 祥子哥。已经憋不住笑了是吧，祥子哥怎么样，开心吗？加入到硬币的战队。开心开心。那对自己的队友还满意不？因为现在小凤凰的半壁江山已经组建完毕了。只能说三个已经有了，还差两个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想办法吗？这个不太好想吧。能想办法不，硬币哥？我只能说，我就说一句话吧。嗯，我们接下来一把都不会输，加油！行行，对，感觉不会带你们进世界赛吗？能进世界赛不？有名额吗？要不我们打个复活赛吧？我们约一下，32号。32号复活赛，直通 S15世界赛是吧？行吧，那也恭喜林伟翔跟杜英碧组队成功。那祥子哥继续再发表一下我们的入队感言吧，加入到英碧的战队。入队感言就是范二一喊个加油吧，应该不尴尬吧。加油！行，加油！加油！巴黎人也集合了，好吧？那恭喜祥子哥跟英碧哥组队成功。那这一轮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啊。